三长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阿弥，大家好。那么，咱今仔讲这个《圆觉经》呢，今仔已经进入了第68天咯。那么，会记咱昨啊有讲这个密意的问题啦，有讲这个秘密藏问题已经一段落。那么后边呢，咱来延续了咱讲不完的经文吼，大家注意听下，佛祖因讲，若福啊，无有他事因缘，即见道场，当立期限，若立长期，120日，中期80日，下期80日。安置正机啦。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讲，如果咱一个修道人，若无其他因缘，吼，会牵缠障碍为者，你当建一个道场，起一个佛寺。那么呢，你当起完好了，家己为自己呢，定一个期间，好啊，用功修道的意思。定一个时间呢，你就袂当去处理了哦。哦，隔一个界，隔一个范围。哦，比如讲，你啊登记性的呢，会当120天啦。哦，你啊中期性的100天，那个短期性的呢，80日啦。然后呢，好啊，甲你自己安顿落啊，哦，安静居住落啊，好啊，参你的本性。来修这个圆觉经的道理啊，伊重点在这个所在。那么注意听好，这个安置正机啊，切忌处境呢。后来啊，佛教的思想进入了中国了后，就改用闭关这个名词啦。那么咱今麦人讲有闭关，其实就按照这个圆觉经。或者是其他经典的意思，那么将个意思呢，改变一个名词，叫做闭关。那么在佛陀时代，唔是叫做闭关呐、啊。那么在这隋朝、唐朝，渐渐都做现象闭关的，有这名词出来，其实是来自于这《圆觉经》这段经文的意思。哦，叫做闭关呢、啊，就是讲呢，你定一个时间，哦，120日。100日还是80日，但是中国人较天才，拢做无2年3年呢，吼、哦，加呢过10倍啦！就这样呢，有影，从关节三等哦，无相当的道心哦，愿力，若无明心见性哦，一般泛泛之辈，像咧感觉内底呢，关站伫咧无外宽的房间内底，佫袂当后袂走来走去，有影无气空嘛，气笑啊！所以呢，那闭关真正要。人世间难讲有两步起来，无避未了啊！啊，避无三关，啊无三等呢，有病苦，有各种家里个地都要拼出来呢。所以相当啊，要闭关呢，要有功夫滴啊。那么注意听好，这是现代人啊，伊在遐闭关呢，动不动呢就想讲闭关，哦，到底伊有真正有明心见性无？有开悟无？有功夫无？那么如果那无呢？这闭关呢，有当下拢总诶闭无2个月，无半冬，甚至一年都无够呢，有个算出来啊，真正有这个啊。所以我都讲，如期三冬闭甲完，真正呢无简单。可是我也注意讲，
过去的古来大德，这些高僧大德的闭关呢？伊毋是讲像咱一般人，讲要入去就入去，要闭关就闭关呢？伊则是无呢。即卖人拢随便有当啥呢？想要离谱，即等下后壁再甲注意介绍。我讲这禅宗啊，有两句的名言呐、啊，讲你意思要闭关的爱符合这两个条件。伊安尼讲，不破啊，本参呢不入山，不到中观呢不闭关。有无啊？这两句话啊，都出名啊。就是讲，你要入山去，要温基山啦，你有一心呢要闭关啊，你要破本参。那么是啥物位叫做本参？本参啊，称呼叫做初观的意思。哦，也就是讲，你爱修甲明心见性了后，才有资格入去闭关呢、啊。伊后壁佫讲啊，不到中观呢，不闭关。哦，佮讲得足详细啊！即卖人呢，卡要无啥无能，就要入山要闭关，看大将都下无落来，个性面面角角，哦，五形五色，即款个性呢，哇，七上八下个性，看团队下袂来呢，该走去山，啊，足常修干呢，有会起笑啊，丢毛啊，那何必当初呢？当初是。抱着满腹热情、甲欢喜心来修道，啊，修到尾啊，准掉毛起笑介济啊。所以呢，伊甲你讲啊，不破本参啊，不入山啊。哦，那是你自己呢，无到了这中观的阶段呢，你袂当闭关。我拄好讲过了，啥物叫破这本参呢？这禅宗的术语啦，就是破了你所谓初观，有一观一观的意味啊。头一关的初关呢，你若无明心见性呢，你无资格入山顶，无资格入山顶呢，去啊闭关，安尼绝对是出问题。莫怪即卖即当今的社会闭关真风行，可是闭了较亲像人诶，找无几个啊，拢比较歪曲曲错啊。那么啥物叫做所讲的本参？本参就讲见空而不见有啊。因五一切法的空性，见了伊本体，但是伊无起无量无边的妙用，停顿伫个空寂内底，即把往往叫做本参呐。那么后壁这上观是啥意思？就是起有呢而修啦，一般叫做见性而修，也就是伊见性了后开始修行的阶段。即款呢，无分日时暗时呢。伊抽夜当中，无时无刻拢伫定中的阶段，即是所谓的中观呢。你若无破这中观呢，焉能去闭关呢？你会当闭关，你就破了这中观。那无呢？你这闭关闭到尾，会出无量无边的代志出来。所以时常伫佛教界听真侪人啊，讲闭关呢，闭到尾啊，拢总呢，哇，足唔亲像人诶。人世间人讲利利乐乐啦，当然伊若闭关圆满成就出来，咱真个恭喜，真个恭喜啊！哦，所以若无呢，你伫关房内底关了两三冬，结果呢，哇，浪费光阴啊！哦，所以拢用妄想意识啊，像讲较早有一个人讲闭关呐、啊，啊，闭关都好代志啊，只要讲个闭关吼。伊官房内底是真单纯呢，啥物都无呢，甚至也看佛像都无呢，蒲团都无呢。哦，较功夫诶，上次加只蒲团要打字打字尔，搁较功夫诶，一水果啊，水果内底拢加一寡茶啊，这个一面照片，一条面床，真单纯。迄是最当初、最当初修这个圆觉法门诶人，伊个闭关哦，就真单纯呐、啊。那么即卖人啊，闭关就无同款啊呢？好有物件呢？知影讲哦，一个月了要闭关啊，就开始款物件呢，款食的啦，款用的啦，吼、哦，款款一大堆去关房内底温什么推啊？嘛是会咧，伊惊讲伊牛流，惊出问题啊！啊，两三个月前、几年前都准备啊，哎、欸，你看，
啊，无怪咧，即摆中国佛教吼，比较讲起来是安怎？爱有信徒，你安顿就好啊。你袂当糊里糊涂，发宗就宗去，我无一交代啊。啊，是伊内底事务安排到有一段路，伊才会当入去啊。这也难怪。可是即摆人闭关，我意思就是讲，有拢是过离谱。所以啊，有需要呢，看到冤家经看几遍了后，你才去闭关。所以现代人啊，伊闭关物件下下一大堆入内底呢，这确实有影啊。啊，拜什么关？什么观音观咯、地藏观、文殊观、拜金观，吼、哦，三观都有啦。哇，这种教讲的含这闭关真正的本来面目呢，有所脱节去啊。这教讲不是呢，后人以为这个抄经文的啦，后人在看藏经的，这个方便观啊，真正闭关都不是那样的注意，够严重者。讲那有个闭关关怎呢？讲明仔载要闭关啊，啊今日看布怎呢？现天下个人唔知影就对啦。因此看布怎，这款是为名为利吗？还是讲呢，伊要下绝一切万缘？唔过这款下绝法呢，愈下绝愈多人知你去闭关呢，伊煞闭不落来，是不是啊？本来是闭起来啊，闭关，我听你较早老和尚讲啊，闭关是。偷偷摸摸，卖去让知影呢？假比了无成就，假比了无明心见性，偷偷去，安尼。啊，即卖人唔是啊，唔这样惭愧呢？啊，光明正大看报纸，啊，看过那变拢入无成，即款拢是失去了为闭关而闭关入面，即款拢有咧招摇这名甲利啊，这比赛。哦，闭关是真正下离一切名利。官房内底袂当贴贴一大堆物件，完全呢，加一个水果啊，哦，搁一张眠床，较功夫一个铺团的呢，单单纯纯。有人讲，哦，爱很单纯哦，然后水至清则无鱼啊，遐水内底清甲伤过清，无物件互鱼仔食，鱼会死去呢。啊，内底无一寡物件互众生去官房遐摸遐耍的时候，爱死去啊。哎，安敢对？我按照，伊凡有众生是以五欲六尘为伊为命啊！啊，今仔一旦呢要修持你菩提圆觉殊胜啊呢，安尼为中心啊，安哪里会当阁用一个遮乾坤款款一大堆伫房间呢？唔使叫做啥破本参破初观呢，爱明心见性啊！你无明心见性，你凭安怎入来闭关？你关起来用意在哪里？你有法度参本性无？本性有认识无？既然本性无认识，经教无通，你去关房是用意识妄想去分别无？这拢都是值得考虑问题。啊，你若拄着境界是要怎排解？这拢都是问题。为安怎足多人闭关，一个人好好入去哦，啊，出来是用讲出来。你会讲会笑入去哦，啊，出来是呢？这些念出来呢，就取笑出来。这拢是失去了伊明心见性，失去了伊自己对经教的认识，唔知闭关的本来面目是讲啥。人伫这个圆觉经内底，伊就教咱如何呢来闭关。伊的名词叫啥？叫做安住安住静居啊。哦，安顿一个清净的所在，安稳个大类啊，好啊，参这个。光明觉性，安尼才是真正叫闭关呢。啊，即卖人拢唔是啊，有个本末倒置的现象，这拢是佛门啊，一款的啊错误观念。哦，即爱深入啊，咱自己反省的所在呢。好，所以菩萨阁听好。那么下面呢，咱继续阁讲这个圆觉经吼，经文佛祖安尼讲咯。若佛啊，现在当正思维，若佛灭后，施舍形象，心存目想，生正意念，幻动如来相助之日，现住幻化，经三七日，恳修十方诸佛名义，求爱忏悔。
无限地无限境界，地心平安，过三七日，一向涅槃啦。那么这段意思啊，并无介困难，咱注意呢，咱呢用一遍白话解说，吼，加注意念一遍，大家注意听下。如果佛啊，还佫滞留在这世间，就应当呢内心啊思维关照。如果佛已经啊灭度以后，就实现呢佛的这形象，心存佛像，眼观相，心相佛，升起了真正的意念，如同如来形象住在世间之日，现挂各种动幻，以这个香花，经过三这个七日，这磕头磕首礼拜，十方诸佛的名义，一心求爱忏悔，如果无了善的境界，内心呢得到这个平安，经过了三七日以后，就可以啊专心一意呢修这个善观的呢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。那么这段简单讲，就讲修道啊，你伫来这官房来这用功修道呢，爱真正爱如理如法。这是教咱的如何用功的方法啦。从你见佛如佛在，伊的重点在这所在，注意听好。那么下面就是要注意讲，讲你伫个正式内底啊，不论是佛祖有在人间，你要正思维如来正法，参悟本性。那如果佛陀无在人间呢，你就要设一个佛像。在你正知的内底，你的心观想佛祖，你目睭看佛祖形象，然后你心呢思维佛陀平常时教化，那么你这样敬仰的心呢，就如同呢佛在世同款，对佛陀讲的敬佛如佛在，世间人讲敬神如神在，意思同款。你那在佛祖香槟边啊呢？摆有种香花、地鼓、动幡，经过三七日，就是21天啦、啊。那么你呢，就祈求啊，顶礼十方诸佛啊，拜十方诸佛就对啦。一心一意呢，忏悔你业障，只为忏悔。那么一旦那就有什么种种的随相，种种的善的境界普开时啊。那么你呢？内心就忙接触一切境界，虽然内心有无比的平安欢喜呢，但是你凌乱自知啊，清清楚楚。那么经过个3、7天了后，再一心一意呢，捏住你的梦想意识，搁个修着些呢。好，以上就是个注意小介绍一下，下面个讲经文哈，大家注意听。若经下首，三月安居，当为清净菩萨住持。心离声闻，不加多障，直至安居，即以佛前作如是言：我比丘，比丘尼，又不食又不语，即菩萨行。修即灭行，动入清净，实相主持，以大圆觉为我其然，其然身心安居，平等圣地，涅槃自性，无系俗故，今我敬请，不依声闻，当以十方如来，即大菩萨，三月安居。为修菩萨无上妙觉大音缘故，不惜多障。安最清楚吼。那么这条文言文化，带咱详细解说下。在要详细解说以前，咱用这白话解说，搁念一遍，建立予大家
对这经文有深入的认知，大家注意听吼。如果专修于期限未满，就无了呢。这个下季开始的三个月的安期，对外出的日期，就应当呢做大乘清净菩萨，而这个安期日子，内心呢远离声闻修行的安期，无必要做这个结集多种的形式。到了这安期开始的日子，就在佛前做这样的表白。我比丘，比丘尼，又不食，又不疑，根据大乘菩萨法，修这一灭行，共同进入清净实相的境界，而安住不起，以台湾明台湾明觉性，作为我修行的客人佛师，身心安居。以达平等性地进入涅槃自性，无任何形式可以不归属。现今我恭敬恳请，不以声闻幻的安居，愿当以十方如来以及诸大菩萨做三个月大乘法的安居，为修持大乘菩萨。无上妙觉，由这个大因缘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不屈松呢，结集多种的形式啦。那么这段讲啊真清楚啦，这完全是建立了以大乘圆觉的修法，这个不是这个小乘结下安居就对啦，所以这点大家注意的所在。那么，这是大乘圆觉经啊！哦，你若拄无聊呢，三月时啊，要结下安居，哇，你拄着无法度，安尼你就结这个大乘圆觉的圆，这个结下安居，也就是大乘清净，而这个结下安居就对啦。好，注意听好哦。那么，这个结下安居啊，伊是一个专有名词，来解释一下，伊安尼讲。结下安居啊，又名住下，修清住乐，正常在农历呢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，为期三个月，在此下跪呢，专心坐禅，以修学佛法，修证菩提，这就是所谓的结下安居啦。因为呢。这个古早时代，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，那么因为这个印度这个骑手呢，就是这个富贵啊，哦，那富足落去就对啦。因此出家人呢，伊随化缘吐蕃呢，哇，出外往往拄着这大风大雨啦，风吹日晒，极无方便无比啊。尤其这个骑手落天啊。这个蚊虫啊，这个小生命的狗蟹啦，还是昆虫啦，往往有当时无注意去打死。因此，足济外口这个天灾，哦，甚至外口这个大自然的风台落雨呢，在这个影响着修道人的行持的状况呢。因此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大慈大悲才设定伫这个下跪，就这个徛手就对啦。在这个四月十五，加这个农历的七月十五呢，为期三个月，要创啥？这下跪三个月当中，叫做结下安居，好，你在这个佛寺内底专心呢来坐禅听佛法，哦，还有这是研究如来的正法啊，以祈求修学开悟正果为宗旨啊，这就是结下安居啊。所以有真济人，甲这七月半呢，啊，唔知影，当作七月半是鬼啊节。其实鬼啊节是中国的文化，咱中国道教文化。那七月半以佛教来看是好日子，因为七月半就是出家人，以为期三个月结下安居，
有人修到正正初果、二果、四果阿罗汉，啊，人正正初地、二地、四地、十地菩萨的境界。因此，真侪人修行有所悟道，所以佛祖非常的欢喜。因此，前后七月十五叫做佛的欢喜日。为安怎佛祖欢喜？因为这三个修行，大家精进用功，真侪人修到开悟正果啊，所以佛祖欢喜啊。叫做七月半，就是佛的欢喜日，吉日吉祥之日就对啦。又称呼叫做正的主主日，正主主日就是讲出家人伫七月十五，安尼大家用功修道，内底有人犯戒无，有人积罪无，大家互相积罪忏悔，一个结论的时阵，叫正的主主日啦。总共一句。这七月十五，以佛教来看，是相当吉祥日子，也又称呼叫财经日。为安怎叫财经日？因为七月半呢，会进前四月十五开始，甲七月十五啊，因出家人结下安居，精进用功，修行有所得啊。因此，咱在家的居士又不食又不饮，非常的诚恳，非常的诚意。因此，伫七月十五，吉达安基呢，圆满的时啊，准财经，就布施，就食啦，一种种的诸生用具呢，来供养三宝，或者增长就对。这都是财经日，这个特别甲注意介绍呢，那么注意个听好，下面啊有讲一个问题，叫做欲经下手啊。三位安居，当为清净菩萨住心，心离声闻，不加多障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拄着都徛手啊，咱出家众四月十五，照讲呢，甲这七月十五这三个呢，有一小型的结下安居啊。那么因为你都强了都度了，哇，不安怎？安尼呢？你会当以这个大乘清净菩萨心，以菩萨境界呢来结这个结下安居。迄个时阵，你心在远离这个声闻的二乘境界，唔免阁依靠了所有佛事内底多种，会扰乱大众啊。安怎修？头前有你教。就是幻觉的法门，那我自己去听好。伊讲心理声闻呐，为啥物呢？是安怎要离开声闻？理由在哪里？因为呢，声闻性是个小性度，那么这个菩萨属于这大性度啊。那个意思不是讲大性呢，伊就无爱这个小性度呢，不是安尼讲。因为大乘佛法有那包容着人道、天性、甲这声闻、甲幻觉拢包含在内，只是讲这个声闻甲幻觉，因即款是自了汉，较无多像菩萨做许不清之有，连自多多人、自离离人。所以呢，你修这个菩萨的结下安居时，你心要远离二性人的境界。理由在这所在，那注意听好。这声闻性啊，比较讲起来呢，是离情啊、气欲啊，这杜绝了这拖累了。这比较讲起来是出家呢，比较较殊胜。因为呢，你若要修金身来开悟正果，定定讲起来，伊修行的这个阿罗汉呢，讲真正呢，三地人啊。慢者呢，六十修劫，所以何况咱唔知修几时，三人都唔敢保证啊。无定着你今生出家，有法度证有初果、二果，哎，四果阿罗汉也无的确啊。因此咱有当时啊，唔好轻易呢来看轻自己，但我着怪自己讲，哇，我业障重，我呢可能未用力，我无信心呀。未正修就化无信心呢，安尼也是个众多因缘。啊，咱的意思嘛，唔是讲哦，我充满了信心，啊，带来骄傲跟傲慢，嘛唔是这意思。
所以咧修道过程当中，佛祖甲你讲啊，伊这个阿罗汉行来修呢，进食三地人，慢食六十小劫，咱要有信心。啊，若这幻觉性呢，用进食四地人，慢食一百小劫，所以讲我真盼望咱注意啊，一千五百几个菩萨。你若好啊，用功修道呢，咱对自己要有信心，哦，以及家己智慧、家己愿力、家己勇猛、家己精进，甲啥物阶段，家己永远自知咧。那虚靠为者，就创造机会修行，要进行身心解脱，并无偌困难。哦，所以呢，佛经甲你讲啊，先闻性呢，那露出这个剃头出家。来修行啊，这因缘较殊胜，因为伊离情啊、气欲啊，或者感情净化、净化，欲望啊净化掉，哦，杜绝所有一切哦，夫妻拖累、母子拖累、五欲尘的拖累、人事的拖累、交际拖累，安尼呢，哇，无执情嘛，执情。有当时呢，我看真济伊个哇，在个菩萨来讲定找我啦。拢会叹言，安尼讲啊，啊，世俗的拖累太济。我讲，你讲一句话非常老实啊呢，讲一句话足实在，确实世间的拖累真济啊。伊讲比牛个拖累个忝，讲一句话都无虚言呐。伊讲忝甲叫我喘气喘袂倒转个，一句话无妄语。有影、啊，伊就分析我听，我也免讲，伊家己讲。讲师傅啊，我都要甲太太顾好哦，啊顾好以外，佫不要紧，你若注册哦，啊都要为了注册费，你若感冒哦，都要甲带去医生馆，你若都要甲补习，哎呦，足痛苦。我家己佫有一个事业，啊佫顾员工呢，佫上班呢，有诶袂，啊佫交着应酬呢，哎呦，师傅啊，讲到拢分段讲，歹势讲。总共一句我给重当，了位禅地里对袂起来，这叫啥呢？被世俗的种种人事物所拖累。那么你来修这个修行的阿罗汉行、圆觉行呢？伊跟你讲啊，离情弃欲啊，杜绝这拖累的，好杜绝了哦，跟你下作摒除掉啦，一切人事物的拖累。所以有当时呢，官房有写几字啊，啊，杜绝呢来参访啊，啊，我来这边参我本性，我开我证据，希望咱外口的信众，请你多包涵，哦，好啊，有机会，哦，你先自卑我，后面我再自卑你呢，你卖来搞我吵，就是自卑啦，啊，好啊，习惯有开我证据了，我再会回馈，再向我报告中国大众生呢，感谢你呢。我有一个机会杜绝一段时间，这杜绝参访啊，暂时的，这不是永远的，这过渡时期，像是世间人讲爱充电啊，你若不充电呢，你因灵出来度众生啊。像我过去，我咧看大藏经，看四五年啊，这段时间呢，我嘛杜绝一切拖累啊，我看藏经无爱用吵。伊差你甲第会分心，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咱定力无够，甲恁含咱讲话，吼、哦，或者差呢，因此会影响到咱看经典的心情啊。因此呢，我曾经有做四五年去看这藏经啊，即卖讲着讲闭关迄个性质。因此呢，原因为啥？爱杜绝拖累啊，爱离情弃欲啊，无呢，即个。种种的情，种种的爱，给拖掉的，佮加添着这人事物的牵制啊，会使着你呢无心情来看经典来参你本性。所以呢，佛经甲你讲，伊这先闻性，那伊剃度来出家修行，要修这个身心解脱呢，较容易，较紧成就，紧食三地人啊。所以何况注意在座一千五百几个菩萨，你感觉保证你过去成长无修，无成就你是一个出家人啊！
爱修了无开悟证，佫佫投胎转世，来上帝只想佫拼尔嘛，是毋是啊？佫拼。有一天呢，我相信祸不同关啊，正如神，得如是果啊。咱是毋是当考虑着呢？过去成长所种的菩提善根无开花无结果呢？你是毋是当重新考虑今生的当中呢？佫甲延续了过去成长无开花无结果无开悟无证据的，佫延续落去啊？和今生的开花结果啊？所以若安尼讲起来呢？你今生有当时啊，无定着有希望呢。因为投胎转世了后，有一个隔音之谜啊。投胎去了，煞唔知前世人啥物人啊。因此呢，你若是要开悟证果，就无这个危机啊。说开悟证果了后，你前世人啥物人会知影？甚至你生缘再来，多加诸旁呢，你也宁愿自知啊。虽然自知在多，咱也有信心。像讲我来讲，我是有信心吗？时间若到呢，我会关门闯户啊，开始拼家己，和明心见性，拼家己呢，充实自己，来了办咱的心事啊。人生最上意义的啦，最为神圣的，就是这名，无是啥。请你们注意啦，咱的母子在你头前，甚至以后呢。你的子孙万栋，你呢名声、名利、家财万贯，这对你来讲呢，你人命中的事对你来讲又可能奈何呢？要往生时，名利带袂去，无惊子孙万栋啊，你也无得陪你去啦。随你去唯有一项，你袂当无讲哦，随业佮投胎转世去。所以呢，咱在修道过程当中，为安怎我来讲这话？因为呢，咱修道当中的人生可贵，可贵当中利用人生的好啊，充实自己来修，咱的菩提自性啊，早自己给咱开悟证据啊。所以呢，在这段内底，伊就跟讲啊，心理生闻啊，我拄啊讲过了。咱是修大乘的结下安居，唔是修这小乘的结下安居。所以呢，先决条件，你先把这个心，这个小乘的心呢，给卸掉。哦，以大乘菩萨道这款的修持法呢，作为优先呢。做个听好。好，咱下面呢，佮继续讲这个《圆觉经》的经文哈，伊安尼讲。至安居日，即以佛上佛前啊，作如是言：我比丘、比丘尼，又不舍又不疑，具菩萨性，修即别行，同入清净实相主持，以大圆觉为我其然，身心安居，平等圣地。涅槃自性，无系虚妄。哦，伊讲啊真好势啊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讲，你行这个大乘的安居啦。那么你自己呢，爱伫佛祖头前，哇，安尼念就对，安尼发愿，安尼讲，讲你也是 BQ 了啊，我 BQ。你若 BQ 你，就我 BQ 你。你若又波色又波鱼。你就讲我又不识又不疑，家己自称就对啦。哦，讲我如本 BQ， 哦，具菩萨性，修即别行，同入清净啊，是上主持，以大愿功呢为我开达，哦，身心安居平等圣地，涅槃自性呢无系虚妄，哎。伊个法官，伊个法官，因在做就对了。好，注意听好。在这所在，咱必须爱讲的所在，就是这里、個。以这大同入清净实相的主持，意思就是讲，哎呀，唔止我一个，我边啊有同款含我，拢修这大乘菩萨道，这结下人，以我大家呢。自动当进入这清净，
这个实相的本体以外，哦，啥物事实相？实相无相，无不相啊！就是这金刚经讲的，哦，诸法，哦，对吗？无相，无不相，哦，观诸法呢，无相，这个无相就是咱的发心，这个发心无相，不是代表无，伊是空性而已，不是甲好人伊断灭。所以咱正个这实相的本体是啊，哎，就主持咱的自性啊。所以咱平常时并无主持咱的佛性，拢主持咱的妄想意识，这真可悲的所在。伊佫讲，以这个圆明觉性作为我的佛事啦，吼、哦，这真了不起呢。讲话那是世间人讲真大声，伊有道理，因为我的目的无非就是欲。建立我圆明的觉性，所以我安住伫这圆明的觉性，亲像如同我佛事共款。哦，这无简单呢。毗那就是所讲的佛事啦。哦，众比丘、众比丘尼，伊共住哦，共同伫个修行的场所叫毗那。咱佛事内底暂课上有念讲。毗那圣众，这个毗那圣众中，屋内底充满着真侪修道者，哦，甚至有人开悟正果，有比丘、比丘尼共同待伫寺院内底去修行，叫做毗那圣众。那么这个所在，毗那是指着佛寺来讲。那么伊为安怎呢？他也无爱讲，我待伫佛寺去修行，待伫这个圆明觉性的自性去修行。这就是讲，咱大乘佛法呢，哎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拢无不是我发心创怀自在的场所啦。代表我自性，念我这个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而有所约束，而且伫这时间空间内底呢，能呢创怀自在，能自性解脱，安尼是以圆觉的自性为起然呐。所以佫听好，身心安居啊，哦，平等性地，就是讲我的身躯甲我这发心慧命，我的心性呢，共同住在这个平等性地当中。这个平等性地就是其他经典，就是讲化消第七识，而这个执着识为平等性地啦。意思就是讲，互我安住伫清净解脱。平等的发心内底，我的身心安住伫遮。哎，注意个听好哦。那么这个身心解脱啊，无遐尼简单呢。那么虽然无简单，不过也用功修道啊，并无困难。哦，咱个都讲啊，讲以大圆觉为我毗那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讲以这大圆觉啊的境界。为我的道场，哎，搞到破灭破灭讲了啊！尽虚空遍法界，都拢总是我的道场就丢了，这无简单的主意啊！有当时咱讲，哇，咱住伫这间寺院未自在啊，未快乐，拢被这间寺院种种境界所转，安尼唔是叫做以大圆觉为起然哦，哦。我伫即件事也未自在，走去件事也未困我，走去迄件事也惊人管，走去件事也处处碰钉啊，踏落去帮，安尼叫啥？你无自在，无解脱。那修大乘的结下安居，境界比这个修行的结下安居呢，困难最高。所以讲无修行的基础啊，大乘不可得啊，道理在这所在。虽然叫你讲要远离这个声闻性的境界，可是呢，你无声闻性的基础呢，你游玩大乘佛法修未成功。所以咱世间人有安尼讲啊，咱佛教是个学者安尼讲啦。伊讲，咱中国佛教，伊理论伫大乘，但是行持拢总伫这个啥修行的当中。有人讲啊。啊，有人讲呢，说伫这个印泰国，啊，讲因遐是讲的是修行法，不过行持是大乘法，这是见仁见智的讲法啦。
那么咱的意思就是讲，不管是小乘大乘，拢是一个心的问题啦。你心若发了非常广大，你的愿力就大，你的果报就大，你的成就就大，就幸福啦。你发的心呢，若会矮啊，小乘中乘，阿麦成就果报就中乘小乘果报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咱个修道当中呢，咱要以大乘的佛法作为咱根本修行的方针，甲伊背景。那么你修偌济算偌济，好、哦？那么咱那是无放袂记呢？前两讲有讲一句话啊，《法华经》讲啊，哦，讲唔通亲近修行学者。哎，《法华经》因讲啊，原因就是讲，咱既然就是要回首向大，要成就菩提啊。因为你个以修行呢来修，有当时啊，你会变成或转去，境界比应用。你思想被影响，你准行持而生法，搞不准正成阿罗汉呢。那世间人讲无差人，那世间人啦讲一句话啊，讲啥？近朱食赤啊，哦，近目食黑啊，注意我听过无？近朱食赤，朱就是红色的嘛，啊，赤嘛是色，嘛是红色的呀、啊。哦，意思讲你啊近红的，你要。耳熏目染，受伊影响，哇！不到尾啊，你规身骨啊变红色去啊，互伊染色去啊。近目食黑，目就是乌色个啊，咱无目去目啊。你过着目水呢，哇，身骨就变黑啊，黑就是乌色个啊。就是讲哦，一个环境会造化一款人。人讲，这人原来很偏激啊，这个偏激含伊家庭背景、伊教育。哦，甲伊累生累劫的移民果报有直接的关系，受因环境影响，哦，受种种背景影响，这个性一人伊个性，咱接受度也是同款。为安怎会做伫法华经讲，要亲近修行学者，伊的道理就讲，你互伊巩固了，你无形中会认同伊思想甲观念，因此你始终会牵起行。所以佛祖甲你讲啊，爱回首向大，你又在这所在，无非就是要互你呢发这大圣心，成就无上佛道啊。所以伊毋才讲啊，当为清净菩萨来助心啊，哦，心离心闻，不加多障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所以讲话要有根基啊，哦，还甲经甲你讲啊，心爱离开这个。生闻性，一心向无上菩提。有一天，咱来成佛的时阵呢，所以搁听好，用身心安居啊，平等性定是啥意思？就是讲凡夫的心性，含咱的心性，拢爱安住伫平等性定中。一旦若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思想破尽啊！安尼，这时阵众生呢，含咱的性相，照讲是平等的啊，同一个本体的啊，是无有差别的啊。所以问题关键在这所在。所以为安怎，咱含十方诸佛，伊无当平等，因为咱那个优障。为安怎，咱含诸菩萨无当。同一体，因来去迷惘，因为迷惘有染呢，方便来讲叫做不同体有差别呢。其实呢，你若有一间五明本性，不再误染嘛呢，你就知讲，哎呀，原来凡夫的心含主的心是一体啦，并无任何的差别啦。安尼迄个时阵，你就已经破了思想了。虽然本经的思想讲思想代志，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寿者想，这思想啊破尽的时啊，我想一旦读啊，咱平等的性地呢，就同一时间展现伫咱眼前啊，不计毫端啊，同一时间呢，
咱就菩提现前呢。所以对菩萨会见下，咱这段就指着讲，咱既然以大乘法来修这圆觉经，咱都要有咧勇气下利呀，这个声闻性的安居，安住伫这个大乘清净菩萨的心来安住了呀。你若按照圆觉经的方法来修持，有一天你要证成圆觉的自性呢？这是绝对无问题啦，安尼最清楚吼、哦。哇，时间到咯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无允准，会见下。那明仔载圆觉经呢，第69天同时间再会。